我很喜欢写写画画，不管是甜点美食，还是旅游中的美好事物，用画笔记录下他们的过程，总能让我感到疗愈、放松。嗨，我是 Rose， 是一名美食插画家。这段时间，同学们的敲碗我们都听到了，所以我和 Yota 决定再度合作。我想透过线上课程，教你画出具有手绘感的电绘作品。不仅可以记录日常点滴，还能呈现生活温度。这堂课没有任何门槛，我会从零开始教起，只需要简便工具，每个人都能用最简单的方式学会 Procreate。电绘除了能呈现丰富多变的媒材笔触，还能让你无限次的修改重来。即使是疲惫的下班下课后，也可以用我提供的线稿轻松上色。课纲一共会分成五大阶段，首先介绍 Procreate 的界面与功能，并且借由解答常见问题，为大家建立扎实的第一步基本功。接下来则是不同难度的主题单元，每件作品我们都会一步步从草稿、上色、细节添加到质感处理，一同完成像是梦幻蛋糕、水果三明治，或是台湾复古小物、人气美食等等。另外，我还会在课程中教学不同的排版应用以及粉砖经营技巧。你可以把作品做成可爱生动的 LINE 贴图、手机桌布，甚至设计出独家的手绘风菜单，用温暖的色彩和笔触带给大家幸福疗愈的感受，一直是我最热爱的事。我是 Rose， 让我们一起用 Procreate 画出温暖可爱的美食插画吧。